埋工。埋工。四百。直接被带走。他坐过去要多久啊？一个半小时。你要被带去哪里吗？反正没有人带，怎么着啊？李炳南。No, 满了才会走。我们到美工了一个半小时的时间，他就问你，跟你讲回去的时间，回去的车票70块这样。最晚是下午5点，可是我们觉得有点早，暂时先决定不直接买车票，都到安踏网再看看吧。车等一下会，就是火车要经过。他那个布棚都弄起来，他等火车要靠近，大概可能前半小时或多久，他们才会赶快收起来。火车要来之前看他们收，这个应该是蛮有趣的。嗯，对对对。然后这里好多可以吃可以买。这几天逛菜市场。哎呦！哎，你看青蛙干。再来放。是晒干的哎。风干的。哦，很棒哦。还有什么？大杯的哦，来哦，这么大，可以吗？很好喝啊，25块，这里的等于是曼谷的二分之一价。好了，现在9分，在广播，现在16分，差不多5分钟前，大家在收了。人体脚架，准备准备，在10排当中。应该是等一下火过来，然后他就先坐，然后我直接走就是。好了好了，好刺激！神奇的一幕了，神奇的一幕。来了来了。觉得可以再来。上。拜拜。拜拜。我们下次坐火车来美工。拜。嘟嘟车，嘟嘟车，嘟嘟，请抢，请抢，要上嘟嘟车了 ，Go Go Go。最后一班8:20，然后坐回曼谷的是南巴士总站。南巴士总站如果我没有错，好像是在恰图恰的那个地方。可以再坐捷运，或者是我们四个人可以再叫计程车。哇，这是什么？我的飞机。哇，好可爱哦。How much is this? 40。40块。对。综合。碰碰卡。碰碰卡。这个。这是传统小吃，有些米健康他们就改良这个啊。嗯，不错，好吃哎，好吃好吃，多一点点。是下雨了吗？是哎，要下雨了。你想要拿出来？还有什么打不开的？用力。好像猴子屁股哦。
很甜嘞，有绿有绿，哇，好美哦！有广播哦，有广播在做。好了，一起。这路真好脏哦。送给我一句话。啊？我要开老虎。奇特的糖果，老师喽，好，请吃。第一口美食，什么味道？好特别哦，好特别的口感，有花香味，有点那个香蕉油的味道，花香味。来个绿色，蓝色的，蓝色哦。耶，哦。就是冰棒，汽水冰，冰棒，浓。要干嘛？糖果盒。你看，煮面的，前面煮面的都不动了。长面的意思就是他们在坐船的时候，人家要吃东西，就给他一小碗。哦，那我要坐船了。我刚在吃的时候，我可以体会坐船的时候一小碗吃一吃赶快走人的感受，是一个很精简很快，然后这么湿这么船晃的地方，然后有一碗这样，哦，很舒服。甜拉米，嗯，甜拉米的概念。真牛肉，好嫩。牛肉比较便宜，对啊，我觉得这好划算，这样一大碗才1500，这个好划算，划算。The this one too， 先吃一个喽。这边吧，这边好，可以比较有传统，很有感觉啊！你看每一家，